爷爷。你爷爷回来看着你喝。大热天你妈做饭呢哈，咱在外面凉快呢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你妈让你妈凉快凉快，来做饭去。啊，你从脸家咬大嘎子。啊，买看这买有啊，啊摸摸，哎好了，嗯，啊都摸摸。都抹药膏了。都摸摸，你这不敢咬啊？你说今天下几个蛋？下几个？十个。我的妈呀！三个多呢。那你加几个鸡啊？十二个。哎，没少下哈。我这是回来，我先赶紧去看看吧。这家伙，你差十个鸡蛋。天天水给冲足了，别渴了。肯定是淋水。嗯。天热别渴了它。我看你咋喝的啊？啊？给我喝点吧，行吗？给妈妈喝点去吧。给我喝点。滋滋的喝一口。哎，哈宝，你喝，你喝吧，你喝吧，嗯。好。你放着一会儿吧啊。切了一小盘黄瓜，今天准备炒木须肉，是不是有点多了呀？不是有点，是挺多，你胖的。这些就够了，估计够，这些就够了。那盆里还剩什么些呢？哎呀，整多了。烫烫烫烫，蘸辣根吃。少烫不点，蘸辣根吃吧。都投出来了，少倒点油去，这玩意儿木耳吃油，噼里啪啦的往外滚。哎，注意点啊！快熟了才崩。放里。哎呦。放里锅吧。这个放里留点。留点牛肉。哎，好菜还串班儿。吓人，主要是。好，你尝尝咸菜。行，该吃过了。行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龙，今天炒了个木须肉，木耳炒肉。今天这辣根老辣了，那是正宗的辣根啊！我要吃，头一口干，蘸一口，没味儿。后来又来一口，占住地方了。那呼噜开，呼噜好好搁了搁了，底下成泡儿呢。你尝尝今天这辣根吗？这辣根肉肉啊，对呀。今天这辣根哈，嗯，够味儿，够味。我刚开始吃一口没蘸着，我说那味儿也不行啊。看到你再蘸一下子，蘸啊蘸啊啊！你要，你热了？热了。三分闻着这个味儿就行，就香。它那个色儿跟咱屯里买的不一样。很有色。哎，鸡蛋。还告诉我可辣了呢，这个那个不行，这个你要是闻着，闻着就行哈。就行。那炒这个你不用蒜片粉吗？粉面的吗？用。我没放，炒这也行哈。嗯。啊，这个不吃，那放着妈妈吃，你就拿出来妈妈吃。嗯，真好，来味儿了吧？这才是正宗，正宗辣根儿呢。